你户口簿在哪里呀、啊？户口本。对呀、啊，户口本在哪里？我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当然是你的了。我在问你的嘛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在我爸爸妈妈那里。在你妈爸爸妈妈那边是吧？走，那我们去拿一下。阿豪哥，你现在就要啊？对啊，现在就要啊，就今天，现在。那你拿我户口本干什么呀？你猜一下。猜一下。我不知道啊，猜不到。猜不到吗？没事呢，先去拿。拿到了我告诉你拿去干嘛，好吧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拿吧，拿到了我再告诉你。这个不太好吧，不方便啊，好可去拿一下嘛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就今天就去办。那好吧，那你在这里等我吧，我去拿。我们一起去呀、啊、我们一起去。你还是在这里等着吧，我怕我爸爸妈妈碰见你。你还是自己去。这个也是啊。那行，那我就在那边路口上等你啊。好。好，那你快去快回啊。好。哦，不是，走慢一点，注意安全。好的。那我等你啊。哎。拿到了。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气喘吁吁的，注意安全呀。我没事，我紧张啊。紧张啊。我都是偷偷的，他们没有看见我拿过来的。偷偷拿过来的。爸爸妈妈没有在家里呢。对了，你这个是。来，给我吧，给我。那你先告诉我拿去干什么好不好？你先给我嘛，你先给我，我告诉你。你先告诉我吧，我就给你吧。不给我是吧？不说就不给我了。行吧，那我跟你说吧，你忘掉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我给两个宝贝呢在外面找好了那个学校，现在不是已经到了那个办理手续的那个时间了吗？这段时间办好的话，9月份的话可以直接就去上学了。所以说叫你把这个户口簿找一下给我，我好把那个一切都安排好。我知道了。哎呀我以为你以为啥？没什么。但是啊豪哥，哎，你知道了就给我吧，好吧。但是哎呀，这个小孩子他去那个城里面上学的话，我听他们说不像是你说的那样只要几百块钱这样的，都要好几千还要上万这样子的嘛，这太贵了。你听谁说的呀？要不了这么多钱的。但是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要不了这么多钱的。但你那我钱都已经交了，你别犹豫了，钱都已经交了，虽然不多，交的不多，但是已经交了的。你现在不去的话这个钱不是就浪费了吗？他不能退吗？肯定不能退啊，都已经交上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要去呀、啊、去上学呀、啊、我都安顿好了，也安排好了，就差你手里面这个户口簿了啊。但是我们别但是了，你不去的话那个钱也退不了，是不是就浪费掉了？所以说还是要去的啊。对啊，哎呀，破费了呀，让那么麻烦你。没事，别犹豫了，好吧，别犹豫了，都等着了啊，拿上这个过去就可以了。走吧，先给我，我们先过去了啊。走，给我，你看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走吧，我们一起过去吧啊。啊，正好你也去看看那个学校，走吧，走。谢谢阿豪哥。没事，走吧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
还不